你看清楚了，我是开除你的。你放我做到你还能开除谁？开除谁？开除你的娜娜。哎，不是娜娜，连来找个工作又没干啥，你开除她干啥？还没干什么，牵你手把你胳膊就差给你回家了吧？行，你要开除娜娜是吧？要开包一起开了。哎，怎么啦？又吵架了？嗯，来，分杯水消消气。哎，娜娜，你来公司到底来干嘛的呀？我不是说了吗？ 你是我前男友，我看你被欺负了，看不下去了，不行啊！谢谢你啊！哎，那个，你还想吃我烧的菜吗？我给你做呀。我先回去工作了啊！快来，娜娜，快走啊！吵什么？什么？你对得起娜娜吗？天天欺负她。 你懂什么？我被他从多少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结果两人吵得不可开交，我觉得还是回避一下比较好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张兰思怎么不生气？你没有生气，你今晚跟我回家。跟我走。最后搞得我十分烦躁。你俩别打了，都回我家。走。老婆，能不能加我一个呀？